觉得我之后应该可以去上那种综艺节目，那种过年特辑啊，书法大赛。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拿个冠军。一个 PK 这样，说破椅子谢和弦，然后严正国胡瑞来比赛写新年快乐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笑，这个我自己做就是超好笑的。还有那个谁，彭恰恰每次的时候不是也在练？一些出事的艺人都在练书法。超闹就出事艺人书法比赛，评审丁九雪中送炭贴心软具。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被嘴里有完的阿纳达。我要寄一张喜帖到你阿妈家，你家的七千多处阿公的家，就是我。想知道你的过去，男子团体 Under River 团员胡瑞儿当年以痴情玫瑰花爆红，不过也屡登社会版的头条。希望大家能再给我一次忏悔的机会，在未来我会尽我的可能，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对这一切做最大的忏悔。胡瑞儿曾因为呼麻公开道歉，2018年夜店捡尸性侵案被判刑2年，不止团员杨林受牵连休团，前妻蛇姬林采缇也提离婚，演艺事业几乎全毁。你刚出来的时候，那收入状况怎么办？凄凄惨惨戚戚啊！我赔钱吗？我算不完嘞，好恐怖哦！我大都先一次，然后大陆那边就好像好几百万人民币，然后就到了这次强制解约还有违约哦，我不敢算，我就觉得就自自然然的就好了。但他也常常会来带小孩出去过，然后我们之间也没有交恶，啊，不是就会，就这样就还不错了。其实我们两个人没什么心结啦，对啦，都因为我们并不是公司组出来的团体嘛，我们是小时候小朋友时代就认识，一起玩到现在，大家都能理解，那我也能理解他的痛苦和他的愤怒。他能也能理解到我的痛苦和我的收入和我现在的困难，所以呢，事情都过那么久了，大家现在其实也过得都还正常。事情一发生之后，我就没有出门了，然后一直待在家里，然后就每天晚上要过12点，我才敢去 save 买东西。然后那时候前妻也搬离开了，所以剩下我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。那时候住的地方还有一只狗，但是因为我心情实在太差了，所以我一个月都没有整理，我一直躺在床上，衣服也没换，然后躺在床上。地上都是狗大便，大家也不是大家想的，哇，我有什么走后门，在里面过得很舒服。我就是一般人，一个兽型人，把头发剃掉，穿着拖鞋进去关1年8个月，认真的反省。我跟你讲，人真的是要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。我就觉得，讲话还会打结，就是我没办法这样跟你讲话，我会这样，那个，然后一句话要想很久，人家说什么？资讯量爆炸，就是，然后路上的车，叭叭，红灯绿灯，然后就超级不舒服，然后赶快又跑回去休息。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重点放在音乐上，对我的事件或是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好奇的话，欢迎你们就来听看，帮我里面找故事。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很脆弱的地方，但是我的脆弱和我的不完美，通常都是藏在歌曲里面。你会有想要尝试，就是做歌，或者是我做了，我有做，没有做，我写了100多首，啊，太可惜了。下次有采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，有笔记本还留着。都是字，满满的，然后字又很漂亮，因为在里面时间很多，你就可以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。所以我觉得我之后应该可以去上那种综艺节目，那种过年特辑啊，书法大赛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拿个冠军。应该是不会输我的那个大前辈严正国啊，这个不要写进去，想那个什么师兄前辈很难听，就是写书法应该不会输了。来一个 PK 这样，说破椅子谢和弦，然后严正国胡瑞来比赛写新年快乐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笑，这个我自己做就真的超好笑的。还有那个谁，彭恰恰没事的时候不是也在练？一些出事的艺人都在练书法。说话这边特别推崇几个陈零九、春风、洋葱，光出事了一开始钱就不用说了，那时候收入瞬间没有，这三个人都有帮助。我记得陈零九说了一句很帅的话，打进去，太帅。我说阿九，我最近真的没办法，生活有点困难，会帮我一下。阿九就给了我一笔钱，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还你？他回了我一句，不用啊，你干嘛还我？你就欠我一首歌，等你出来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创作一首歌，就当做你还我了。钱他给我的感觉是，我也不需要你钱，我需要的是你好好在这条音乐的道路上继续努力，我们一起加油。我就觉得说他们很有心啊，果然是中南部的。
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就可接受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